B2B 新材北斗秘密恋爱情直接梗打脸绯闻。韩国经纪公司 Cube 近来恋爱连环爆，这回居然是 B2B 忙内新材北斗和女团大亚成员主恩秘密交往七个月，新档新闻热门。哎呀，不过随后公司 Cube 否认此事，晚上 B2B 的直播他更亲上火线。말씀드리는순간민주이가어실망1위에올랐다3위에올랐다가아어실망한건장난아니에요민주이형왜냐면이게 DM 인가저희는늘대단하니까요仔细一瞧，陆星材的杯底上面写着网络用语禁食，意思是不要关注没根据的事。看队长在旁边笑得那么开心，应该也是很懂忙那些的梗啦。是说队长恩光将在8月21号入伍，这是他当兵前最后的团体直播，成员们也在个人 Instagram 发出大合照，贴文接龙写下 BTP 永远在一起，就让他们好好把握相处的时光，不要再乱塞绯闻啦。곧만날그날까지여러분항상행복하시고어쨌나건강하시고정말행복했으면좋겠습니다사랑합니다지금까지이미곧대기준이었습니다아진짜질투였습니다